东汉末年，曹操与袁绍冲突在即，谋士郭嘉提出十胜十败论，大振曹军士气。依我看，袁绍有十败，丞相有十胜，败绍无难矣。哈哈哈！以公所言，故何足当之？丞相万不可掉以轻心，袁绍或许不及丞相，也比那陈其迈强多了。是那个高雄的陈其迈。依臣看，袁绍有三胜，陈其迈有三败。袁绍四世三公皆为清廉之士，陈其迈两代为官且为贪腐之士，此为天胜。袁绍地广民丰，政绩卓著，陈其迈政绩稀疏，又老又穷，此为地胜。袁绍文臣有许攸、郭图，武将有颜良、文丑，陈其迈只有邱毅、嬴等十常侍，此为人胜。淮南袁术，荆州刘表，益州刘璋，高雄其迈，皆无能之辈。奉孝可曾知晓此人？拿袁绍与陈其迈相比，岂不什么比鸡腿？禀丞相，高雄有一豪杰名韩国瑜，乃不世之英雄，虽不及丞相，但也比那陈其迈强多了。奉请说之。韩国瑜有七胜，陈其迈有七败。陈其迈七败？是的，陈其迈七败。民进党执政20年，民心思变为道胜。高雄又老又穷，韩国瑜切中时弊，此为世胜。陈其迈权贵风格，韩国瑜平民出身，接地气，为气胜。陈其迈只顾人身攻击，他是一个唱衰高雄，永远站在反民主、反改革的那一边。韩国瑜不批评、不谩骂，为人胜。我绝对不会对对手进行任何批判。陈其迈为求利益，出拳党内互打，杀到剑骨。韩国瑜单枪匹马，无资源赴高雄作战，为义胜。遇到批评，陈其迈变笑登熊屁，频频插嘴。一直碎碎念，像个老太婆一样。奇怪，在说你吗？过去20年，你是说你卖不出去的？你是说你吗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来来来。韩国瑜欣然一笑，怡然自得，此为杜胜。尽量来抹黑吧，我被抹黑的非常的爽。民进党力求接班，延续世袭，不畏市民，毫无理想。你卖接班成功，我用一点爱呀，接班一点爱成功。韩国瑜力求改变，为市民抢订单，不私利让高雄发大财，此为智胜。我亲自陪着农民团体、渔民团体去外面抢订单，好不好？好。可不能这么说，陈官，陈其迈宣传车太吵，倒闭要他戴耳塞，陈其迈立刻道歉，这就是仁德。韩国瑜以坚定的勇气去解救高雄的市民，脱离地心，抢得订单，造福百姓，才是真正大仁大德啊！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若是韩国瑜在中原，不知故。鹿死谁手呢？台湾可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人物吗？禀丞相，臣曾听闻在士林铁头郡有名猛将，姓侯，名汉廷，他是谁号哦？文秀说说，他有何事迹？他曾欺君欺书，绿营节目舌战群魔，将断章取义、胡说八道的绿营政客打得丢盔弃甲、语无伦次。争论影片数百篇，刀刀见骨，大快人心。可谓当世打绿一汉将。既然文若如此推荐。卓然重经理，丞相且慢，臣听闻此次侯汉廷选战林看板，一步一脚印，并非像吕布那般三姓家奴见金主叫爸爸之流啊！公道不行，莫非此人竟无短处？他出身平民，非正二代，无才无势便是短处啊！故唯才是举方，道理相宜。是啊，希望士林北投郡的选民能够给年轻人一个机会。哈哈哈哈！现在是新人的时代，袁绍该退下历史的舞台了。士林北投汉廷。